我们打开里面，里面有一个饭勺，一个汤勺，还有我们一个量米杯，还有我们的一个电源线。我们再打开来，里面就是我们的内锅，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是一个我们的不锈钢，里面有三条标准的刻度线，一条呢是煮白米，然后第二条是煮糙米，第三条是粥。我们这一个呢是可以拆下来的，双手按在这里，然后一按它就可以轻松拿出来。这一个胶圈呢我们是不建议拿下来的清洗，整个清洗完之后先放在下面，它就可以轻松把它卡回去。来看一下我们的功能选择菜单，按一下这里 menu， 第一个是我们的米饭、糙米、煲仔饭、粥，还有我们的蒸煮、baby food、蛋糕、加热功能。我们来演示一下预设时间，然后选一下煮粥功能。那我们想要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的粥把它煮好，我们晚上11点睡觉。按一下我们的预设时间，我们就把它按一下这里加号，增加到8个小时，倒退回去就是我们明天早上7点钟的时候粥就已经煮好了。然后按下我们的开始键，系统就已经开始可以运作。临时有事要出去，或把它这个程序取消，就是长按这个取消键，系统就可以把预约的功能把它取消了。